近日，一张女爱豆的照片在韩网论坛引起了热议，有网友抛出一张照片写道，照片中这位女爱豆是 aespa 成员 Giselle 还是 LESSERAFIM 成员中村一叶。对此网友表示，这不是 Giselle 吗？这毫无疑问是一叶啊，看来确实是有争议，我投 Giselle 一票。我觉得两个都不像，反而想到了 NCT 的罗在铭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张奇怪的侧脸照片似乎是捕捉到了 Giselle 的上半张脸，却和一叶的下半张脸结合在一起。其实 LESSERAFIM 的粉丝一直都知道这张照片是小樱花拍摄的，并在组合出道时发布到他的 ins 上，大家猜对了吗？另一方面， LESSERAFIM 将在明年1月25日在日本正式发行首张单曲 Fearless 之前，首先公开了主打歌 Fearless 的日文版。这首歌在日本音乐网站乐天音乐和 AWA 凌晨两点登上实时排行榜榜首，展现了在日本正式亮相之前不凡的知名度。此外，31日，他们将出演日本知名的年终广播节目 NHK 第73届红白歌会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语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